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磊哥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者荣耀孙策的皮肤288皮肤的那个模型出厂画面啊。因为它这个模型在十点才上线，现在是已经刚更新啊，八点多的时候更新。我们一看，这就是它的模型，然后语音已经出来了。等一下接着去做一下语音就好了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模型是吧，和那个正皮应该是差不多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就这种红色的啊，这种红色头巾是吧？看他手抓的是不是还是那个，哎，怎么变成钥匙了啊？这回不是那个，这个钥匙好像妲己身上的钥匙对吧？好像身上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仙剑爱丽丝的妲己的这个钥匙对吧？我们再看一下啊，怎么搞的？孙策不拿那个大乔的装饰品了啊，拿上了妲己的装饰品搞事情啊。孙策不是跟大乔有关系，怎么又跟妲己扯上关系了？这是他的那个288皮裤啊，就是出场画面。我们就提前一两个小时看一下吧啊。模型十点就开放啊，那个兑换免费兑换对吧？我们来去看一下那个公司里的吧，先到这里啊。